我是来找工作的，我想要在这里上班。哎，你可不可以稍微避开一下那个路上的坑坑巴巴的洞啊？你真的很过分啊你！他叫杜可欣，摩羯座 A 型，平时最喜欢读村上春树的书。你是有人格分裂啊？利用我的美色去欺骗那些纯洁少男的心？你就是他们的斗地主。